我们是头锤的王后，碧蓝色的飞鸟，雄鹰的暗潮，无声的浪漫，要知道没有什么任务我们完成不了，那大地必须停保，孤寺不掉，释放你的微笑，骨子里的骄傲，执迷似毒药，瞬间如梦，要知道我眼中的目标绝不可能走掉，保持冷静低调，是从未失手的绝招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齐静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李佳恩。对，然后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有了我们今天的舞台，然后为了今天的这一首无声的探戈呢，我们就是在舞台剧情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，对，然后设计了一些剧情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今天的舞台。然后包括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是让我们拥有了非常崭新帅气的衣服，包括像我今天这身衣服刚一做出来，在后台就接受了至少十几个成员的预定。对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让我们有了今晚非常漂亮的这个舞台。总之很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舞台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